呦，我踩我的头是怎么回事？他这样会很像秀。他最喜欢谁？他现在最喜欢威廉。哎，他是女生，你不要给他这样腿打开的。他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？他女生。啊，那你们在宿舍里面这样子养了一只。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记者就说我们棒棒堂就是在宿舍里面藏女人。对，就是他。就是他。要抽。老李，他会握手。对。但是你们要有东西。对。有东西给你们吃。你们有东西，我下次可以表演给你们看。老李，年轻一点，看下一个位。老李。握手。他不理我。不要去哪里。老李，老李。老李，去睡觉了。哎，去睡觉了。不要坐下。他坐下，他也不会啊。他会，只是他现在要看心情，要看心情。哎，人家蔡依林的狗，他可以直接叫他吃东西，他都不呼呼都不敢动，然后要给他吃，他就吃。是哦。他比较有个性，要看心情的。因为被你们宠的，家里面就一个。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狗，他是一只狮子。对，其实他很懒惰，然后有时候要看他心情，他想玩就跟你玩，不想玩他就连理你都不想理。那他会不会？你们这样会不会想说，谁要跟他对他比较好，会不会争宠啊？有啊，奥犬啊。对，其实我跟小杰才是他真正的爸爸，因为我们两个买他的。对，但一不小心，我没有注意到威廉对他这么好，不小心被抢跑了。趁机而入，你知道，因为本来我们家总共有五个房间，对，只有我会打开房门就让罗里进来。对，就后来他们发现，因为罗里会一直跑来我房间，一直跟我玩。你就知道你的房间有多乱了。然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了，但是。我就跟 Loli 的感情比较好，然后 Loli 就一直跑来找我，叫他就会过来。然后他们发现好像这样不对，他们现在开始，他连睡觉的门、睡觉的时候门都打开。对啊，小杰之前超有洁癖的，现在都一直叫 Loli 来来来这样子。而且我还会在他们不在的时候跟 Loli 说对不起啊，之前对你就没有冷淡冷淡，回现在补回来，我再挽回他，但来不及来不及。